就今天来到这个云听给我的体验感非常强，整个科技感也非常强。以前我们这个办理涉税的话，就需要带公司公章啊、营业执照啊，包括这个本人身份证啊，需要实名来到窗口，不仅要取号排队，然后需要就缺一不可。而现在今天我来体验呢，只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，就可以一站式的服务。云听实现了发票代开等业务的全程自助化办理，与以往相比更加高效、便捷、舒适，纳税人办税效率提高50%以上。此外，还在云听设置的体验区，在该区域，纳税人可优先先行先试税务机关即将推广上线的新系统、新应用，还可以在办税服务厅开设纳税人学堂，利用智慧云听税务系统，将给纳税人带来全新的沉浸式的宣传辅导体验。